结果大选出现选票舞弊问题，川普总统指控他的选票被窃取。Legal votes, I easily win. If you count the illegal votes, they can try to steal the election from us. If you count the votes. 十月四号，天主教前任驻美大主教发第三封公开信，信中提醒川普：“您祈求万王之王救赎您的国家，您将得到回报。” 您的见证将触动他的心，来自上天的恩赐将倍增，前所未有。这对于实现胜利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愿我向您和所有承认神权的人发出的呼吁，使您成为您心爱的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的精神重生的慷慨的使徒和勇敢的见证者。我们战无不胜。 大主教说，川普总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总统，世界上所有的好人们都要为他祈祷，以击败上帝的敌人。大主教谴责大选中的巨大欺诈，并称这场博弈中，川普没被击败，像他的神圣职责一样，不可击败。 大主教说：“有关选举舞弊的消息越来越多，但主流媒体却为了使他们自己的候选人占到优势而封杀事实真相。” There has been a massive and coordinated effort to steal this election from 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o delegitimize and destroy votes for Donald Trump, to manufacture votes for Joe Biden. They have done it in every way imaginable from having dead people vote in massive numbers to absolutely fraudulently creating ballots that exist only voting for Biden. 实际上，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在盯着错综复杂的新闻，包括他们如何操纵或审查信息，如何掩盖突如其来的证据和无可辩驳的证词。这是犯罪行为，大主教说。我们已经看到，深层政府早已提前武装好自己，以从事历史上最严重的选举欺诈行径，以确保能够击败那个人——川普。 因为他坚决反对黑暗之子想要建立的新世界秩序。公开信说，在这场博弈中，您川普没有被击败，就像您的神圣职责一样不可击败。您所做的一切都与神站在一起，而其他人则被自己的恶习所蒙蔽和奴役。这源自对我们主的地狱般的仇恨，所以他们选择了与邪恶为伍。 信中表示：“不要以为黑暗之子会诚实行事，不要被他们的欺骗和谎言所吓倒。您有可能相信撒旦的追随者是诚实的、真诚和忠诚的吗？”大主教说：“我们的主一直警告我们要反对魔鬼。他从一开始就是杀人犯，没有站在真理上，因为他从没有真理。他说话就是在撒谎。” 因为他是骗子，是谎言之父。信中说，在过去的这几个小时中，虽然地狱之门似乎占了上风，但请允许我向您呼吁。我相信您会迅速而且是毫不吝啬地做出回应。我请您做出信奉上帝的行动，要对战神们表现出谦卑和忠诚。我请求你们在可能的情况和您的家人或亲朋好友。 或兄弟姐妹，或同事，或战友，用玫瑰经祈祷。信中还告诫人们，不要让敌人的谎言把自己搞得心灰意冷，特别是在谎言与欺诈敢于冒犯天堂的特殊时刻。信中说：“如果您愿意祈祷，或者如果我们所有人都以信仰和真正的慈善热情来祈祷，留给我们的对手的时间就指日可待。” 维加诺此前曾两次写信给川普总统说，说一场善恶的生死大战正在展开，邪恶势力正在利用全球瘟疫大流行，实施进行大重构的全球议程，以健康危机的名义封锁世界，要求人民交出自由与财产，建立全球暴政。但邪恶只懂仇恨，而善良的人们有神看护。 我靠着那加强我能力的神，凡事都能做。全能的神正在排兵布阵，帮助船普这位守护者。维加诺大主教先前曾告诫天主教徒：，二零二零年美国大选对这个国家和这个星球具有前所未有的历史意义。 the more certain you should be that you must keep pushing ahead. As long as you have pride in your beliefs, courage in your convictions, and faith in your God, then you will not, and devoted to its creator, then our best days are yet to come.